这个菜呢是一个非常下饭的菜，一定要吃出干香。它辣是辣，它不是这种呛辣。咱用这个肉呢是掐头去尾的用，前边肥的不要，后边这个呢特别瘦的也不要，要用那个硬五花那块。您要是不喜欢皮，您可以去掉啊。但是咱们正常情况下带着皮呢，口感呢好吃。这个种辣椒现在是最好吃的时候，给它改成滚刀。这肉呢走一下水，它只要一断生就行了。您把这个锅烧热了，打一点点的底油，把锅润透，锅底呢来一点点盐，辣椒，辣椒香气得炒出来，水气得给它煸出去，炒塌了秧就是蔫了，锅气的味儿还有辣椒的香气现在挥发到极致了。就好，拿出来。这锅呢也是不要太多的底油，煸这个肉，它的油脂煸出来，油要是多呢您就给它蒯出来点，大部分油都出来了，现在能倒出去葱姜蒜小辣椒。这个菜吃的就是一个鲜辣。甜面酱没有甜面酱您用黄酱也行啊，酱油、黄牛、辣椒，全程大火。这个菜呢是爆火旺炒的菜，一定要吃出锅气来。好，这个菜就成了。这里边是不带汤汁的，辣椒是干香，肉也是干香，这就是拌米饭的神器。